尊敬的吴会长，尊敬的六合敬中学会诸位干事，诸位同修善知识们，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请放掌。学会今晚安排我们有一个学佛的答疑解惑的这个时段，那么收到了有20个问题，看来大家还是很好学的，勤学好问啊。那么大家这样的认真学佛啊，诸佛菩萨很欢喜，佛光啊照耀这个道场啊，大家都能够身心安稳，业障消除啊。刚才定弘上座之后啊，静心的听大家念佛啊，感受到啊像佛光啊啊照住在自己身上啊，真的无量寿经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有12光啊，这个德号啊，欢喜光啊，解脱光啊，安稳光啊，啊就在大家念佛声中啊就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大家能好好念佛啊，每天都沐浴在佛光当中啊，自然呢消业障啊，这个断烦恼开智慧啊，很殊胜。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受五戒后道场欲如法诵戒时，诵戒的时间、诵戒仪轨、施行方式、相关诵戒前忏仪事项啊，请师父慈悲开示。啊，这个提得很好。受了戒，应该有半月半月的诵戒。即使是五戒，也应该诵戒。那么菩萨戒呢，更应该诵戒。啊，跟出家师父们呢，半月半月诵戒是一样的。那么诵戒可以在道场里啊，大家一起诵，也可以啊在家里自己诵戒，当然团体一起诵更好。那么诵戒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啊，半月啊要忏悔清净一次啊，我们诵戒前呢必须把罪都得忏除干净啊，不能够带罪来诵戒啊。因为什么呢？诵戒的时候啊啊，释迦牟尼佛啊就会到场啊，他会来的啊，所以他在涅槃之前呢跟众比丘说啊，你们呢不要认为啊啊我就死了就没有了啊，我是半月一来的啊，只要你们呢好好的诵戒我就会来啊。诵戒也叫布萨啊，在布萨的时候世尊就会来啊。那什么时间诵戒呢？每个月15讲的是农历，还有呢就是月底那天啊，月底呢有时候是30啊，有的月小是29啊，甚至有28啊，反正是月底这天啊。那么这天当中什么时间送呢？最好是午后啊。那原因是因为啊，有的人呢可能要从远地赶来一起诵戒，你要等他们一起到来啊，这样一起诵
啊，这尤其是在僧团里面啊，有的比丘啊要赶去送戒，可能要赶远路啊。但如果早上就送完了，人家赶到了，那还是送戒日啊，那送还是不送呢？啊，所以佛就叫让我们呢啊尽量的晚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正觉精舍一般都是啊下午六点半送戒啊，这样呢该来的都会来到了啊。啊，当然这个时间也没有说一定啊，也要看自己的方便啊。那么比如说呢啊，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你也可以啊随时送啊，那天早上晚上送都是可以的啊。啊，居士啊就没有像啊出家人那样的严格啊，所以可以在家自己送戒啊。那么也可以参与道场啊，居士们一起来送啊。那么至于送戒的仪轨呢，菩萨戒就有一个标准的仪轨啊。那么这是从古至今都沿用的，但是五戒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仪轨啊。那么既然没有仪轨嘛，那么就啊，现在也有不同的版本啊，你采纳哪一个啊也都是可以的啊，只要呢它这个啊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那么我们净宗呢道场呢送戒的这个风气啊比较弱啊，那么我希望呢六合净宗学会啊啊做一个带头啊。因为佛当年讲啊，有人问佛啊什么时候叫做正法住世，佛说啊，如果有比丘半月送戒，这个法不坏就是正法所住的时候啊。所以啊送戒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啊正法住世的标志啊。虽然咱们这净宗学会啊是居士团体啊，但是如果居士都能送戒，这也就能促进了啊这个比丘比丘尼的道场也会送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啊做法啊，表示我们呢重视戒法，真的是以戒为师啊。那释迦牟尼佛啊一定是非常欢喜的啊，大家在这里送戒他一定会来的啊，他分身无量啊，千百亿化身啊，啊他一定会来的啊，佛绝不食言啊。所以我们要见佛之前呢必须要把罪忏干净啊，不能够以污垢的身心去见佛啊啊。所以在送戒前就得什么呢，认真的审查这半月以来啊我犯了什么戒啊。如果我受的是五戒，那这五戒每一条去审啊。所以最好是什么呢，每天晚上要做个检点啊，看看我这一天下来又犯了什么戒啊，杀生偷盗闲淫妄语饮酒啊，可能重的戒不会犯啊，不至于犯根本，但可能中品的罪下品的罪是有可能的啊。那这样的话要认真的去忏啊。那么我们也介绍了忏法啊，责心忏啊，如果是远方便罪就责心忏啊，如果是次方便罪就下品的向一人生忏啊。如果找不到出家人怎么办呢，先在佛前发怒啊，发怒之后也算清净了啊，也能够送戒啊。可是以后有因缘遇到了出家师父，还是要向他去啊做这个忏悔法啊。那如果是中品的罪呢，就应该向三人忏啊，三位出家师父忏啊，这是做法忏啊，要认真的如法的去做，这样的罪犯戒罪呢就如法的灭除
啊。那么这样子时间做多了做久了，你这个观照力就会增强啊。一开始可能啊犯了之后啊晚上才能想起来啊，慢慢的你的观照力增强了，这境界一出现你就能观照啊，我不能犯戒啊。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啊，你就能把你的身口意调伏啊，自然就不会犯戒了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成就法器啊，然后你好好的念佛，由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三世诸佛必经之路，戒定慧三无漏学啊。所以持戒就有这样的功德啊。那么大家这样说戒，那说戒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仪轨啊，那自己呢编了一个五戒诵戒的仪轨啊，基本上按照菩萨戒的仪轨，但是里面的那个警策文呢，我就改成用无量寿经的警策文啊，我交给了啊这个陈神柱总干事啊，请他呢啊试行一下，看看这样啊大家欢不欢喜啊。那么如果欢喜的话呢啊，也可以这样子做下去啊，因为古德没有这样的五戒仪轨嘛，那我们就可以自己编一个嘛，啊，编一个，只要呢，啊，这个有所依据就好，啊，我们呢编也不是自己造的，全都是汇集啊，汇集菩萨戒的，啊，那么或者从这个经典里的抽取一些经文，啊，这样子做成一个忏这个仪轨。那菩萨戒的，如果有受菩萨戒的，可以在五戒诵戒以后紧接着就诵菩萨戒啊，那么就按照菩萨戒诵戒仪轨做就好啊。那么团体要差一个人啊上座来诵戒啊，如果不能够诵啊，那么读也是可以啊，本来应该是诵的啊，像我们在经社里面呢，诵比丘戒、诵菩萨戒都得要背诵啊，上台不能看本子了啊，从头到尾都得诵下来啊，这样就很庄严啊。那么参加的人都穿海青啊，也可以搭幔衣啊。这个五戒呢，我有请问过果清和尚啊，他给我找出来建岳律师啊，这个他的文字。啊，就是说呢，这个受了五戒也可以搭幔衣的，啊，不仅是菩萨戒可以搭，啊，五戒也是可以搭，啊，这个原来我们也不清楚，啊，以为只有菩萨戒才能搭幔衣，啊，那现在看来五戒也是可以搭，但是只能是参加这个正式的佛事，啊，像礼忏呐，像这个啊，这个诵戒啊，这些可以搭幔衣，平常是不能搭。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何谓戒的精神？请法师慈悲举例说明。这个持戒呀，啊，它的精神呢，就是啊，断恶修善，一心敬慎。啊，这个戒法为什么佛要制定呢？就是因为啊，众生啊迷惑造业啊，所以佛才要制定戒法啊。如果众生呢不造这些恶业啊，那佛就没有必要啊制戒了啊。比如说啊，众生啊这个杀生是因为什么呢？迷惑了啊，不知道啊众生与我一体啊，众生就是我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哎，对这个事实迷惑了啊，所以他才会造杀业啊，他有严重的人我这种对立啊，
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对方，乃至杀害他的生命，这是严重的愚痴颠倒啊。所以就佛就制定啊不能杀生这个戒啊。一开始你还不能觉悟吗？先从这个行为上制止啊，你就不能杀生了啊，然后慢慢的教导你啊，你了解了原来众生跟我一体，那怎么能杀呢？杀他就等于害自己的啊，慢慢的就回归到啊真如本性上啊，物我同源呢啊，这个众生与我本是一个真如体性啊，这是佛最终极的啊期许啊。所以最初开始就治这个戒，慢慢的引导你觉悟啊。所以戒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断恶修善，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回归真如自性的啊，让我们最后觉悟的啊。假如我们都觉悟了，自然就不会造那些恶业，那佛也就不用制戒了啊。所以制戒都是对我们这些凡夫啊，迷惑的凡夫啊。那么当我们呢众戒不犯的时候啊，杀盗淫妄这属于众戒都不犯了，那还有轻的微细的戒，这属于威仪方面啊。那么这些微细的戒也是要守持啊，因为什么呢啊，犯这些威仪啊也是跟自信不相应啊。所以你看佛啊，他这个微细戒都不会犯啊，从出生到涅槃啊，你用戒法来观察他，他不会犯任何的戒，乃至于比丘戒250条，他一条也不犯啊，这本来清净啊。那我们来随学学佛的行为啊，学佛的威仪啊，虽然我们还没证得自性啊，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样子学，最后也能回归自性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微细的这些行为上啊来学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不杀生啊，不会也故意起心动念去杀生，但是我们也要护生啊，走路的时候要小心看着底下有没有蚂蚁啊，这就是护身这种威仪啊。如果像古时候啊喝水呀 啊都要用那个绿，这个绿囊啊滤过啊，如果水里有虫是不能喝的啊，这都属于威仪啊。那么这些微细的行为我们都注意到，这就是我们护身，这就是修善啊。乃至极微细的极微细的啊，像比丘啊，连花草树木都不能够去破坏它啊，因为它也都是在生长的生，对吧？虽然是无形的生命啊，但是它也有生长的能力，都不忍心去破坏它啊。这样的话，慢慢的越在微细的行为上啊，你去守持，你的观照力就很强啊。身口意一有造作，你马上观如不如法啊，合不合戒律啊？所谓呀，3000威仪，80000细行啊，这个观照力就很强啊。那这样的去行持，自然叫就能够得到一心敬慎，那种恭敬心，那种谨慎的心，就遍满你的啊生活方方面面啊，260中。你都保持这种恭敬，这种谨慎，你就能得一心，就能得三昧啊。念佛人得一心不乱，这个一心是什么呢？恭敬谨慎到极处了就得一心啊，稍有一点放逸
你这一心就失去了。所以持戒持到今年呢，最后能得定，由戒生定啊，一定久了自然开智慧。这戒定慧三无漏学是这么一个次第的啊，我们的下手处就是持戒啊，所以微细戒也要去持，持得越精细越精严越好，这样你就能得定啊。比如说不杀生，到一点恼害众生的行为都不可以有啊。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佛堂，我们的脚插在地上出声音了，这就会恼害众生啊。人家可能在念佛，听到你那个脚步声，他的这个可能就啊念佛的佛号啊突然就中断了，想到你怎么还要出声音，你看扰他的这种清净，这也是属于啊杀生戒的范畴啊。极微细的，我们都不由没有恼害众生的一点的行为，你能够摄护你的威仪啊。那这是举一个例子，那平常随时随地都注意，就这样子培养你的一心净慎啊，这就是持戒的精神啊。所以我们果钦和尚讲，持戒要轻重等持，轻的戒都要像持重戒一样的那么重视它，不犯它啊，那你重戒绝不会犯啊。乃至持戒持到脚如冰霜，尘点不染，你最后就能得定，就能得三昧。好，下面第三个问题。佛法不离世间法，但守戒的过程中好像又有许多难以拿捏之处，请法师开示，如何才能做好佛法不离世间法？你这样问起来，是不是觉得守戒啊就离了世间法了呢？大概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啊，好像持戒的人在世间就很难生存啊，跟我们世间人格格不入啊。你看我们世间人到餐馆爱吃什么吃什么啊，你又得吃素，这么麻烦，还不能喝酒，又不能抽烟啊，跟人开玩笑又是祈雨啊，做生意不准打妄语，那你怎么赚钱？诸如此类的，就感觉到啊，好像持戒的人呢很难在这个世间生存。真的如此吗？啊，其实这个呀，不然呐。你看看我们现在也持戒啊，在世间呢，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那你说你是出家人呢？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么真正有持戒的居士大德也很多，过去你像李炳南老居士啊，就台湾呢很有名的居士大德了啊，人家持戒也是持得很精严的啊，人家做很多世间的事情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持戒就不能够生存了啊。那么就是看你自己啊，在戒律上啊，懂不懂得开遮持犯啊。戒律是很活泼的啊，它跟我们的生活啊不能够分开两个，是合而为一的啊。当然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是有一点啊矮板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不熟，对戒律的开支吃饭不熟，就像刚刚学走路的小孩子啊，走得摇摇晃晃的啊，并不是那么标准啊，也不那么自然啊。那么这段时期呢是初学期啊，等你慢慢对戒律熟了啊，你要研究这个戒律每一条戒它的罪相
啊界限啊，什么属于犯，什么属于不犯啊，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犯的有轻有重啊。像我们讲这个每一条戒啊，都有下品的罪、中品的罪、上品的罪啊。什么情况下属于轻罪、重罪啊？轻罪、重罪又怎么来忏？每一条罪有开源啊，开遮持犯，这些我们都要啊把它弄清楚。那你在生活当中施起来啊就会很自在啊，一点都不会拘束的啊，该开的时候就可以开啊，要守的时候一定要守得严啊。那么花上啊一年半载把五戒认真的学好，那么其实啊你在世间呢就会非常的圆融的啊。例如说家里人啊不这个不吃素的，那你要吃戒，你怎么跟家里人配合啊？那你要跟家里人呢啊要去沟通啊，先从什么呢？不杀生开始啊，吃三净肉开始啊。你自己不吃肉，但你要啊也不能说一下子禁止家里人啊，一定要他们吃素啊，先要圆融一些啊，慢慢的跟他们谈啊，这个吃素啊有什么利益啊，吃肉有什么不好啊，因果上有什么不好，对你身体上有什么不好，是吧？医学上现在也证明了啊，吃肉确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这些慢慢跟他们沟通啊，那么自己呢啊好好的吃啊。那么即使说家里人呢很蛮横的啊，比如说非得让你要杀生的，那怎么办呢啊？你去学习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堆里面15年，他怎么过来的？灭人都杀生，都得吃肉啊。那六祖给他们呢啊来煮这个食物啊，看到那些啊这活不了的动物啊，给他们呢啊念佛啊啊加持啊助导啊啊，然后啊再去做。如果能够活的就偷偷的放，那这个就没有啊犯杀戒。为什么呢？你是存着慈悲心啊，帮助这些众生啊，众生活不了的啊，你啊念佛持咒啊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超生到善道啊，那么他的身上的肉啊来还这些债嗯，完全是用无我的心啊，菩萨慈悲呀，救度众生的心，不犯戒啊。你不是自己真的想吃啊，也是对家人呢众生的一些怜悯的心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在世间呢持戒就本着这种啊慈悲的精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皆离苦啊，这样的心不会犯戒。好，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弟子虽然已受在家菩萨戒，却一直未持六斋日，这样是否不如法啊？当然了，因为在家菩萨戒是规定啊，六斋日里头要持八关斋戒的。既然你受了这个戒，那就要好好的守持啊，六重28清戒，每一条都要认真的守持啊，轻重要等持啊，要自己去努力，要认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说我很忙了，没时间吃八关斋了，那是借口了。啊，真想吃，你就能够找出这样的时间，啊，找到这样的机缘，啊，去成就它了。啊，所以啊，对戒法要重视，要尊重，啊，这是如来呀，啊，给我们留下来的，啊，这个令我们能够解脱的大法。啊，令我们能够度过生死大海的舟楫啊，我们依靠它就能够得度啊。如果忽视这个不尊重啊，那你自己就失去了得度的因缘了啊，来生你就可能得不到佛法，得度的机会就没有。所以自己要好好的珍重啊，既然受了戒啊，要这个护持自己的戒体啊，使他丝毫不犯，这样就好。下面一个问题：默学并未吃素，可受不杀生戒吗？是可以的。因为不杀生主要是不杀害众生的生命，如果已被杀了啊，你吃三净肉严格讲是不犯这个杀戒啊。当然呢，这涉受在九戒里头啊，因为九戒里面呢它有这种这个规定啊，不能吃五辛，也不要吃鱼肉啊。那么菩萨戒里面呢就有讲到了啊，清戒里头有不食肉戒啊。那么你呢可以先发心呢去这个受五戒，然后慢慢的断肉啊，向这个方向努力啊。这个并未吃素啊是什么原因啊？大概也就是因为你贪吃肉嘛，对吧？这个贪爱还没放下啊，那贪爱是一种烦恼啊。我们生死轮回啊，就是因为有贪爱啊，那慢慢的要把它断除啊。戒律就是帮我们断这些习气毛病的啊，把我们这个生死的烦恼啊，慢慢的、慢慢的就把它断掉，一点一点的断啊，最后全部断了，你就出生死了。啊，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啊！其实吃素也很健康啊，不会说缺营养啊。我吃素吃了将近20年了啊，不是也蛮健康的吗？现在还一天一顿饭而已啊！啊，今天从早到晚讲课也不觉得很疲累啊。所以啊，实际上啊，这个啊，你说一定得吃肉，那个都是错误的观念啊。吃素营养也很好，而真正的营养是什么呢？欢喜心啊，清净心。你看我们呢每天呢这样子在佛法里学习这个法喜就是最好的营养啊。所以学不厌讲不倦啊。好，下面第六个问题：替人烹煮或购买荤食是否犯戒？因工作关系需为客户办理荤食货物进口，犯戒否？碍于年纪已长，转换工作又不容易，弟子该如何？替人烹煮，如果不是自己亲手杀不属于直接犯杀戒啊。乃至购买荤食等等，但是呢它多少是有些业在里头的啊，因为你等于做了杀业的助缘啊，虽然没有直接犯戒，但也是一种助人杀生的缘啊。那么自己呢要生惭愧心啊，要常常在佛前忏悔啊。那么
你说因工作关系办理这些荤食的进口买卖等等啊，就刚才讲的，这是一种助缘啊，它是有业的，有业道罪的啊，即使是没有啊犯这个犯戒罪啊，都是有业道罪在里头的啊。那么所以要慢慢的啊改变啊，很多事情啊都是啊看我们自己的决心啊。我们呢如果真有决心去改，求三宝加批不是改不了的啊。我们真正想呢不造恶业的话啊，就求地藏菩萨啊，求阿弥陀佛啊，像我们下午介绍的占察忏，消业障啊很殊胜的啊。那么你这些都属于业障啊，啊，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一个造业的工作，那怎么办呢？啊，你希望换工作，你就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求必应的，啊，就看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啊，有没有这个愿力，啊，真的想呢断恶修善，出离这个苦海，啊。然后啊这个至心的仰求地藏菩萨加批，那个感应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就怕你啊信的不真呢啊，愿不够坚固啊，那感应呢就不明显啊。那我今天下午跟大家就介绍的那个啊双胞胎流产的例子就很明显的啊，这转祸为福啊，就是这一天两天的时间就能转过来了啊，让这个婴儿啊，婴灵死去的婴灵本来是会堕恶道的，结果都往生西方了啊，真实不虚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的认识的人呐 啊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对三宝有信心才行啊。下面第七个问题，弟子已受五戒，家中长了白蚁，弟子之前处理上有些不如法，心中自责不已，该如何忏罪，如何处理啊？大概是因为杀了这个白蚁吧，你心里不安啊。那么如果你已经受五戒了，这就属于犯了杀戒，但是他呢因为杀的是虫蚁畜生啊，犯的是下品罪啊，所以对这个罪相呢要了解啊，有犯无犯，犯轻犯重你要懂啊。那么如法的除罪啊，那下品罪你就找一位师父向他面前忏悔啊，那个忏悔文我也发给大家了，你就拿着这个文对着师父啊说三遍，对方说善，你说儿，自己就灭罪了啊，那么你就不用忧虑了啊。所以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出罪啊。现在这种忧虑烦恼当中啊，念佛也不清净啊，所以学戒很重要啊。那么出了罪了就不用自责了，因为已经清净了，那么就后不再造啊。那么如果现在还有这些白蚁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那还是要求佛菩萨啊。那么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么多事情，我自己感觉到求地藏菩萨最灵啊，因为啊《法华经》上讲啊，你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不如啊礼拜供养啊称念啊观世音菩萨这个功德啊。那么《地藏十轮经》里面又讲了啊，礼拜供养了地藏这个观音菩萨、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啊，经于百劫，不如你一时请吃一顿饭的功夫礼拜供养地藏菩萨
啊，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当然菩萨分上是没有分别的，都是等觉菩萨。那为什么佛要这么讲呢？是因为啊，菩萨跟我们的缘分上有不同啊。地藏菩萨跟我们的缘深，比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的缘还要深。观世音菩萨缘已经够深了啊，但地藏菩萨的缘又超过啊，像观世音、普贤菩萨这样的缘分啊。所以我们呢，闻地藏名，睹地藏行啊，礼拜供养，所得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你有什么所求所愿呢？就求地藏菩萨能够得到解决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28种利益，其中有所求皆遂啊，就你所求的都能够得到遂意，真实不虚的。那么再加上自己好好的礼瞻察忏，平常念阿弥陀佛啊，必得三宝护念啊，罪业消除啊，这些白蚁可能第二天就搬家了啊。啊，当然也要向他们这些白蚁菩萨忏悔啊，不要再杀害他们了啊，请他们啊跟他们沟通，请他们啊早点离开啊，不要互相骚扰啊，至诚能感通。下面第八个问，如果堕过胎但没有理取向忏，可得戒体吗？如果你过去没有受过戒，五戒啊什么都没受过啊，堕胎这种是属于杀人，但是没有犯戒，因为你无戒啊，你没有受过戒，这属于恶业啊。那么这个恶业呢，不需要啊礼忏见好相啊，就至诚的在佛前礼忏7天啊，就能够把这个业给灭掉了啊。那所谓的灭业啊，是不让它起现行啊，不是说真的啊杀了人不用偿命，不是那样，那个业道罪还是有的，但是呢它不成为啊戒障啊，不会障你的戒品，就你是可以得戒啊。所以呢这些道理要懂啊，乃至于曾经有杀过人的啊，有偷盗5000以上的啊，有啊大淫，犯了大淫戒，但是没犯戒不算犯戒啊，因为没有这个受戒嘛啊。曾经啊有这个邪淫的啊，有打过大妄语的啊，这些如果受了戒属于破根本戒啊，那么就不允许再受戒了啊，戒体一破就永破啊，就这净行受啊都不能再受戒啊。但是如果没受戒做过这些恶业呢啊，7天忏悔之后即使不见好相也是可以再去求受戒品，也是能得戒啊。这弘一大师讲过的啊，没得戒就拜7天忏就可以，但是要诚心呢啊。那如果你用你这个瞻察忏，你能够用这个三种啊，这个第二轮相的清净轮相，那就更殊胜啊。那么就说明你确确实实啊业就灭掉了啊。那么你呀、啊、想求受什么戒品呢、啊？啊，如果没有师长给你受啊，在佛前自是受都是可以的啊。有师长就在师长前受，同样是得戒啊，这属于取向忏。那么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已经受戒了啊，比如说受了5戒或者菩萨戒啊，那么犯了4根本重戒啊，就是杀了人或者是偷盗5000以上啊，犯了真正的邪淫啊，就讲入道啊，就成就了这个犯淫了啊，还有呢就是啊犯了大妄语
啊，这属于破根本重戒啊。那么在小乘经典里就没有开许忏悔的法，这叫不可悔罪啊，上品不可悔罪。可是大乘法里面有忏悔法啊，那个就是用取向忏啊。那我们今天下午介绍给你的就是那个啊，这个沾茶忏啊，那你就要真正的啊，按照这个法门忏七天啊，然后第八天开始吃这个轮啊，用第二轮来检查有没有得清净啊，以见清净轮相为期啊，要发起这个勇猛精进心，不见清净轮相誓不罢休啊。地藏这个菩萨在沾茶经里讲，如是这样勇猛精进啊，不退心啊，经一期二期三期乃至一年乃至千日啊，最多一千日，就是大概不到三年，你必得清净轮相。那你看都给你保证，你如是的努力下去啊，像我们今天下午这么拜，一天如果能够拜个啊两步三步乃至六步七步啊，我听说有人拜了十几步一天啊，就拜礼十几个小时啊，这样礼下去，他说最多是一千天肯定得清净轮相。一得清净轮相就说明呢，你的罪全部都灭掉了啊，你重新再受戒品，你想受什么戒就得什么戒，想得五戒得五戒，想得菩萨戒得菩萨戒，乃至想出家你可以得比丘戒啊，是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啊。那么其他的取向忏啊，跟这个沾茶忏不同，它要见光见花或见佛来摸顶啊，这叫好相啊。但是这种好相的话，自己要有智慧去鉴别，因为没有智慧的话啊，如果是魔境界你也不知道啊。通常是什么呢？贪求好相这种心容易招感魔境啊，那么这就很危险啊。你这个好相一定是你啊内心里面已经清净了啊，佛菩萨就像啊水中现月亮，水静止的时候月亮就现现，水浮动的时候月就不现，他这样见好相，他自然的啊，不是刻意的，刻意你那个念头本身就不清净，那见不到真的月亮，那可能是魔来给你实现，那就会着魔。而我们沾茶忏这个忏法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用木轮来显相啊，地藏菩萨是加持这个木轮，那木轮显这个相，那没有什么光和花的问题啊，你这个看得很清楚，这木轮三个轮啊，连续掷三次，就九个轮相都是红的，不论大红小红，这是叫清净轮相啊，这很客观啊，很精准啊，没有模棱两可的啊，这样呢就是很实在，对我末法众生业障深重啊，它不容易着魔啊。那么我们得了清净轮相了，再见到光见到花见到佛菩萨，那些相都是真实的，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讲啊，那你就不用怕着魔，因为什么呢？只要见清净轮相，地藏菩萨说他就护念让你永离一切魔恼，天魔外道一切鬼神冤亲债主不会来扰乱你，这么殊胜啊，那就看你肯不肯用功了，你用功二十四小时念佛你都不着魔了啊。那所以我自己啊就很欢喜啊，真的这个心里很安稳，在这个菩提道上就看你肯不肯用功而已吧。你肯用功的话你就成就的快，不肯用功就成就的慢啊，那是地藏菩萨会护着你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就那么殊胜啊。那么再谈到这个问题啊，假如我们啊没有受戒以前曾经啊
有过这个遮难，就七遮，我们五戒审遮难有七遮犯过的话，啊，那也是不能马上得戒，那也需要忏，啊，还是要用这个取向忏，啊，那么也是要用这个轮来显这个相，啊，因为他这个虽然呢，啊，不是说破戒的问题，但是他因为特别重这些罪。也是要用轮相显现才能够证明你真实破戒，这个真实这个啊破了障啊，破了戒障你才能重新得戒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要自己努力发心啊，地藏菩萨给你开出来最多一千天啊，不到三年啊，你看说的这么精准这么实在，看肯你肯不肯努力，你肯努力可能不需要一千天，像我一个月啊，就圆满了啊，等你得到清净轮相了，你这个法门可以放下不修了，这个时候你就专心念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永离魔障，你能够很快得三昧，你能够很快开智慧，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你有这样的好的基础，你就进去就可以进入入道啊，所以这个忏法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基础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啊，跟持戒一样，持戒你把戒持好了，等到持得很自然了，你都不会破戒就行了啊，然后你就修你自己专修的法门，由戒生定，由定开慧呢啊，这就很殊胜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基础工作啊，特别我们末法众生业障重，基础没打好，你一下想好高骛远啊，我一下就想求一心不乱，很难，你不信你试试，可能最后你绕远路啊，念了十几二十年消息都没有啊，还是妄想一大堆嗯，就是因为你没有基础啊，所以行持啊一定要按部就班啊，理可以顿悟啊，事要渐修啊，一层一层的，像上楼梯一样，上了一层再到第二层，不可以一下想一步登天的啊。下面第九个问题，停放机车时把他人机车挪动位置是否犯将有主物举离本处的戒，这个就看你有没有道心，如果你想偷别人的机车这种心把它移动了，这就是犯戒，假如没有偷盗的心，就是这样移开方便一下，这是不怕不会犯啊。所以我们偷盗有六缘成犯的，你要对照啊，所以你知道的这些戒相，你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戒是要学的呀啊，你好好的学啊，像我们讲的课你多听几遍啊，听得很熟啊，自然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发给大家的表解常常的去温习啊，每一条戒什么叫做什么犯，具几缘才叫犯啊，缺了一缘，缺了其中一个条件可能就不犯，或者是犯了轻的罪，或者是下品罪，或者是中品罪等等，你也懂。第二，这从事这个问题啊，还有第二个小问：购买政府发行的彩券是否犯戒？啊，大概你想到那个赌博的问题啊，我说赌博是偷盗嘛，对吧？你购买彩券，也要看你这个心了。啊，如果你要支持政府啊，啊，那这个福利呀、啊，啊，可以啊，就是啊，给政府提供这种资金呢、啊，啊，让做他的政府的事业啊，那这个好心呢、啊，怎么叫犯戒呢？啊，当然，如果你要想啊，从这里头投机啊，希望能够啊撞彩撞到中奖了，啊，那么这种心呢，是一种贪心。但实际上讲也没有犯戒，因为他没有损恼别人的利益啊，他不像赌博
赌博是损恼人家利益的啊，这个输钱的人可能都会跳楼啊啊，那你以人家的苦恼作为你的啊快乐的资本，那啊这是不好的啊，这种就属于啊犯偷盗啊，因为你那个心属于盗心啊，就是不逾矩嘛，人家不甘心呢把这钱输给你呢，是只是没办法，手气不好啊啊，无可奈何，他是有苦恼的，啊这种就会犯盗。还有下面，为对方设想而说的善意谎言犯戒吗？啊，这属于犯戒，这个戒的开源啊，不属于犯戒啊。就像我们讲的，你是为了对方好啊，慈悲呀，说这个妄语，小妄语啊，大妄语不行啊啊，不能说啊。你不要苦恼了，我是正德菩萨果位的啊，那我来跟你加持加持你就好了，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是大妄语哦，说小妄语是可以啊，善意的让对方呢解脱苦恼啊，就像我们举的例子，跟猎人讲啊，那个兔子往那边走了，骗他啊，让他不要杀生，不要造业啊，也救了那个小生命啊，这种谎言是开源允许的啊。下面第十个问题，工作职责中会经手漏税问题，又无法劝说上司，本身并无盗心，可以忏罪吗？生活所需又需要这份工作，该如何抉择呢？估计这个问题很普遍啊，比如说做公司财务的啊，会计的啊，可能呢经手这个偷税漏税的问题，老板想要偷税漏税啊，就命令你来做啊，那你既然受了戒了，明知这个不如法，确实不应该做，因为偷税漏税就是偷盗啊，虽然不是自己主动要偷盗，帮助人偷盗也要犯戒，只是犯的不那么啊，不是那么这个啊深的这个罪，就是不属于上品，也属于也可能犯中品下品啊。假如你有心盗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上品罪了，偷5000以上就是上品啊。那你没有盗心，但是你助人这么成就这个盗，那么也是会犯的啊。那么忏是要忏的，在你还没有换工作之前啊，每做一笔这样的啊，这个记录，你要成就人家偷税漏税的，你要忏一次啊，但是不能够老忏不改啊，忏久了就等于蒙骗佛菩萨啊，每次忏都说后不再造，结果呢还造啊，这就不行啊，所以呢最好这种情况要劝说上司啊，那上司不听怎么办呢？不听啊，那你看你的考虑啊，这个换一个工作啊，要有这种气节呀 啊。古人所谓呀，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啊。那主人呢，要是这个不善呢，那良臣呢就可以选择善主啊。这是中国古代呀，义士都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那我们学佛弟子更应该如此啊！啊，那你说这我生活所需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啊？啊，这个问题好像是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啊，学佛的人要相信因果。啊，
你命里呀、有财呀，你换了个工作还是有财的啊，不会因为你要断恶修善，要护持你的戒体，换工作结果把命里的财都丢掉了，不会的啊，你只会增加财富，不会减少。假若你命里无财，你做这个工作还是无财啊，而且呢还造很多的业，将来还要受报，就更贫穷，因为你助长人偷盗嘛，啊，招感贫穷果报啊，所以要相信因果啊，这个是基本的信心啊，连这个信心都没有，那怎么能成为佛弟子呢？啊，那连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如了。啊，你看君子论语里面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啊，谋的是道啊，道业的长进啊，不是谋那些衣食的啊，忧的是缺道啊，不忧缺钱呢 啊不忧贫穷啊。啊，那我们学佛啊，至少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嘛，啊，就是要有这样的气节，啊，更何况我们讲这个受戒要护戒，宁舍生命终不犯戒，啊，生命啊丢掉了都在所不惜，更何况身外之物呢？那些区区的财物呢？啊。你要真正为了护戒啊把财丢了，我跟你讲啊，你增加大福报啊，福报不一定体现在财上，你可以啊身无分文呢，但是你很有福报啊，我感觉到我就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持不捉金银的戒真的是身无分文啊，真实不虚的身无分文啊，一分钱都没有啊，有那就犯戒啊，身无分文。你看我这一年多啊，这一分钱都没有啊，啊，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还蛮有福报的呢，到哪里啊，人家都很尊敬我啊，啊，供养的食品呐、啊都很可口啊，啊，有吃有喝有住啊，不缺衣不缺食啊。出门呢？出门坐车子没有车票，怎么没有钱买车票怎么办呢？有人供养啊！啊，你看这次从台中啊坐高铁来，车票都有人买好了啊，还有人专门开车送我到车站呢。这是什么有福吗？啊，虽然没有财啊，论财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身无分文，但论福嘛。很多人的福报还不如我嘞，啊，所以要懂呢，我们要福不一定要钱，啊，有福的人没有钱到哪儿都活得很好，啊，有钱而无福，哎，也有这种人呢，生活得很苦恼啊，啊，虽然家财万贯呢，可是出门哎呀，可忘带钱了，还得饿肚子啊。他那顿不该他吃啊，他没这个福报吃啊，啊，即使亿万富翁啊，他都得饿着啊，所以我们呢不要迷惑啊，要福不要有财。那怎么得福呢？你行布施，好好持戒，这就是修福。而持戒得到的福比布施的福还要殊胜啊。我们讲报恩经里面讲过，报恩经里有这样的经文呢，若有善男女啊，啊，布施供养四天下的众生所有的衣食供具，不如啊一日一夜持戒，这个福报啊，所以持戒的福啊更殊胜，你要好好的持五戒啊，不用担心的，工作丢了，哎呀，有更多的福报等着你。要有这个信心。下面
临界开遮第三里面有在家居士为化众生心静如佛可开方便，请问可开什么方便这个开方便就是开淫戒就在家居士为了度化众生开这个淫戒，就跟众生行淫但是这是有标准的，心静如佛这才能开你自己量度量度自己能不能做到不是说心静如水就可以了，那个水也被一搅和就乱了心静如佛，换句话说至少是化身大师化身大师勉强称为分正即佛，那是真佛虽然还没有成究竟圆满的佛，那也能够算了这种人才能够开淫戒可以做邪淫邪淫他心里面不会贪染所以他就是实际上没有犯戒。你看淫戒里面他有一个缘是有染心，他没有染心就不犯这个戒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受乐如果有染心有受乐那就犯戒所以戒不是那么随便能开的自己要衡量衡量那我们凡夫呢要做个老实持戒的人事项上都要持好，不要学人家法身大师人家能开我也要开，人家开呀修无量功德度化众生嘛，你一开呀到地狱去了下面服用已久泡制过的药丸是否犯戒这也属于开源，不属于犯戒它这个酒如果是你为了治病一定要用这个酒跟药合和起来服用的，这是不犯戒的因为你既没有贪喝酒的那个心那么那个跟药和在一起也是可以的下面呢，如何念佛才叫做一向专念师父是如何念佛呢这考我呢如何念佛才叫一向专念呢？这个一向就是一个方向向哪里向西方极乐世界别错了方向我念佛为了得人天福报，那方向错了我所有念佛功德都回向西方，就只为求生西方净土，一个方向不改变专念，这个专就是至诚的专心的来念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老实念，这三个字就叫专念心里夹杂的妄想或者怀疑分别那么这就不老实，就不叫专念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就谈这个老实念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你还不明白，将来这个光盘出来也可以再听三字真传老实念这是佛的真传那你问我如何念佛呢我也在学习老实念虽然还没到老实的标准因为还有妄念呢，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不老实了真老实的人呢，念佛的时候没有这些妄想我们是学老实念，还没到老实念的程度学着那么学的过程中当然要有辅助
啊，净土法门讲究正住双修，啊，正修就是信愿持名，住修呢，啊，那我们介绍的一个是持戒，一个是忏悔，啊，也符合无量寿经讲，啊，我们就提到阿弥陀佛悔过得生愿里头，啊，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进。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出来的条件。我们都有宿恶，都有业障，怎么办呢？要忏悔，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那么专查忏呢？啊，这个忏仪啊，这个忏法很好，就是它有一个，啊，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忏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呢？见清净文相，啊，这就可以停止了。当然想继续忏也好，啊，因为忏悔法门呢，一直忏到成佛为止都可以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头忏悔业障，啊，一直到等觉还在忏。啊，那么你自己可以啊，比如说忏到得清净文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专修念佛，这也是很好。啊，那么持戒也是进行受要持的。啊，不是说我念佛念到三昧了我就不持戒了，没这个话。念三昧了才把戒持得更精严。啊，那实际上呢，啊，不妨可以用忏悔和持戒进行受的作为我们念佛的助行，这也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们没成佛之前总会造业，这个业就得忏。啊，没成佛之前就得要持戒，认真的持啊。到成佛了，他也持，还是持戒，只是他没有持戒的这种相，持而无持，无持而持。啊，那么这样子慢慢让我们的心老实。啊，到一定程度上，啊，你自己会知道，我现在就可以专念佛号，啊，那么就一句接一句老实念下去，啊，这个专家忏也不用了，啊，学戒也不用学，因为都学好了，啊，都很自然了，啊，任运自然，啊，不用去起心持戒，它自然持好。啊，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时候就是老实念的时候，啊，所以看自己的程度，啊，自己的根性，啊，还有自己到哪个阶段，哎，自己要晓得。下面问：念阿弥陀佛与地藏菩萨有何不同？在这个事项上当然是不同啊，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念地藏菩萨是地藏菩萨啊。那么阿弥陀佛和地藏菩萨在因地上发愿也不同啊，阿弥陀佛是建立净土啊，用净土来摄受众生啊，所以我们称阿弥陀佛名号啊，贵在信愿啊，真相信有净土，有阿弥陀佛，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的信愿呢就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你就能够直入弥陀愿海啊，念阿弥陀佛就入阿弥陀佛的愿海啊，就入莲池海会。那么地藏菩萨因地的发愿跟阿弥陀佛不同，地藏菩萨呢就在这个秽土里面摄受众生啊，他不需要再另外建一个净土，他就在我们娑婆世界里头，乃至于在地狱道来救度这些众生啊，这个慈悲也是啊不可思议的啊，因为地狱啊众生啊很苦啊，
谁去救？他也不懂念佛，那要靠地藏菩萨去摄受。乃至于我们这些人道的众生，虽然现在还是人道，生命结束了到地狱的人不少啊。那地藏经里面讲啊，世尊嘱咐地藏菩萨，对这种啊恶业的众生啊，即使他到了地狱的门首门口，你都要百千方便把他救出来。地藏菩萨曾世尊这样的嘱托啊，所以他发这个大愿呢啊，来救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所以他跟阿弥陀佛是绝好的配合，一个在净土，一个在秽土啊。阿弥陀佛在前面拉我们，地藏菩萨在后面推我们啊，一个护着我们啊，不要堕恶道啊，一个拉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这两位大德啊，你看互相配合。所以这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呢，礼瞻察忏念阿弥陀佛。这跟两位都相应，又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又跟地藏菩萨的愿相应。地藏菩萨就是护念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礼瞻察忏，真正得清净轮相的。地藏菩萨保证呢，他护念你的啊，永离魔扰啊，你念阿弥陀佛啊就很顺啊。那么论到离，这刚才讲事项上的，论离体呢，没有什么不同。阿弥陀佛就是法身，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身。念自性啊，地藏菩萨也是法身，也是自性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念地藏菩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念自己本有的自性啊。阿弥陀佛和地藏菩萨都是自性本有的万德洪名啊，念这一名，念这个阿弥陀佛名或地藏菩萨名，就等于念了自性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在念的当下，你就啊摄受了自性的这种无量的功德，所以叫万德洪名啊。只要能念到啊相续不间断，念念都不离自性啊，最后啊念到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啊，所念的地藏菩萨合为一体了。谁在念佛啊？谁在念地藏菩萨啊？回头一看，哦，原来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原来地藏菩萨在念地藏菩萨，自己就做阿弥陀佛了，就做地藏菩萨了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就不用分别啊。念佛的时候就专注在佛号上，别想地藏菩萨啊。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就专注在地藏菩萨名号上，不要再想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怎样才能得知亡者是否往生得解脱？若是尚未往生，我们家属又如何帮忙？这个得问呢，这个有天眼的人吧。亡者有没有往生？这个天眼还不是普通的天眼啊，他得能看到极乐世界啊。这个亡者是不是到极乐世界了，他能看到这个。不是说问那些随便说的人啊，他胡说八道的，那个拿不准。那你上哪里找这种天眼的人呢？难呐。
怎么办呢？那我教你问地藏菩萨啊。禅茶经里面告诉我们以第三轮相来问啊，问这个人能不能往生西方，是可以问出来的啊。所以你看禅茶经这个法门，为什么藕益大师这么赞叹，专为我们末法众生决疑啊，决断疑惘啊。我们这些都是怀疑，都是疑问的啊，找谁问都问不出来，地藏菩萨回答你啊。所以如果其实自己家里人往生了啊，假如说他往生的时候相很好啊，全身柔软，头顶温热，看起来好像是往生西方了，但是自己还有怀疑，怎么办？问地藏菩萨啊。明天早上这个协会还安排我们啊一些同修在一起啊，我们就来学这第三轮相啊。那个仪轨很简单，主要只是念一千地藏菩萨圣号啊，然后呢就知这个第三轮，第三连知三次啊。那么第三轮总共有六个轮嘛啊，六个轮都有三面有数字，一面是空白啊，连知三次总共啊18个数啊，空白的属于零啊，18个数加总，然后你就查经里面那个对应哪个数啊，找出那个轮相啊，你就可以知道啊。只要你得到的答案跟你所问的问题相应的，那决定是地藏菩萨回答你，这是经上讲的啊。不管他回答的那个问题是不是出乎你意料的啊，反正他回答的正对你的问题的相应的，就是地藏菩萨的回答。那如果不相当的啊，就答非所问的啊，比如说你问他是往生哪道啊，回答的是他从恶鬼中来，或者从啊天道来，答非所问，问的是去哪儿，怎么回答从哪来呢？就不相应，不相应的，那就是你啊没有至诚心啊，念的时候打妄想啊，求的不真诚，不能算数，重新来啊，再来一遍看看相不相应，相应就对了，不相应再来啊。你不是想问吗？啊，问到相应为止，只要一相应，那就绝对是真实，就不能怀疑。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很精准，没有你怀疑的地方啊，你问什么都可以啊，都用这个第三轮都可以解答的啊。那么如果是问的啊，他已经往生西方了啊，你这个问题啊要问的准确一点啊，比如说你要问他上哪一道了，这么问法，那么这个轮相里面也有回答这个问题的，那必定是告诉你回答啊是往生地狱、往生恶鬼、往生畜生、往生人道、天道乃至往生净土，他有这个答案。你要没有得到这种答案的话呢，那就不能算数，因为你是问他上哪一道。假如你问说他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很精准的问他上这道了，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他的回答只要是正确啊，就是 yes， 那么就是了啊，或者是 no 啊，这种反面的回答那就不是了啊。所以看你的问题啊，你要很准确的问，不能含糊笼统的啊。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让地藏菩萨怎么明白？是吧？你自己得搞明白你要问什么啊。所以最好的问题是什么呢？把它设计成啊回答 yes or no 这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的病能不能好啊，那回答是还是不还是否啊，这样的回答是最容易得到答案的啊。如果你问说我的病几时好，这就很难回答你了，因为那个轮相里面没有这么精准的回答
啊，你应该怎么问呢？我的病啊，今年能不能好？啊，或者三年内能不能好？或者三天内能不能好？这么问就行。啊，所以你的设计问题啊，要懂得设计，啊，要不然让地藏菩萨也无可奈何。啊，那假如说这个回答是什么呢？好的，啊，固然值得欢喜。啊，如果是不好的，比如说你一问，哎呀，他上地狱去了，怎么办？还是可以，啊，那么你要加工用恨，努力的精进的修行，学地藏菩萨、婆罗门女怎么救他母亲？他母亲上地狱了，不是也能把他救拔出来吗？啊，那你要有那种真实的孝心。啊，《旃檀经》里面讲了，啊，说你所得到的答案，如果不是极善的，啊，你要改这个命运是可以改的，啊，经中说你要至心念地藏菩萨名号，念到得一心了，你就能够再沾就极了，啊，当然你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啊，念到功夫成片了，一沾也结了，这个功德啊，加持不可思议。就像婆罗门女怎么救她母亲呢？她也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人家念一日一夜就一心不乱了，然后就能够亲自到地狱去看，啊，那个无毒鬼王就告诉她，你母亲早就往生了，不仅她母亲往生啊，跟她母亲在一起，地狱的那些众生，啊，那些眷属都跟着往生。到天道去了，啊，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例子，那个双胞胎，啊，流产的，啊，他这个父亲，啊，也是拼了命的念，也是念一天，啊，一两天吧，你看也是把这个婴灵超度到极乐世界去，啊，地藏菩萨特别给他报梦，啊，这两个婴灵往生了也回来给他说，那绝对不虚的。啊，那是真实的。下面再问，临命终前陷入昏迷适合因缘，该如何修行才能避免？这个昏迷就是很重的业障，啊，就自己都不省人事，你念佛也不能往生，根本都不知道要念佛，啊，人家给他助念，他也未必听得到。啊，像地藏经里讲的如痴如聋啊，可能他的神识都被那个鬼族给拉到阎王爷那里啊，审定业道了啊。那我们也见到不少这种人呢，啊，像变成植物人的呼吸还在，这口气还不断啊，用呼吸机一直给他这么样子的拖着，可能拖个一年半载都不断气的，那这是很重的一点。那怎么办呢？那就得他的眷属啊，啊，儿女啊，发起大心呢，啊，救助他，啊，像婆罗门女，他怎么救他母亲？第一，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都拿去布施。啊，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去供养啊，行大布施，感得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示现呢，啊，告诉他你回家念佛，念我的名号，啊，这种就叫见好相，啊，佛给他说法呀。啊，那他回去就念佛呢，那佛当然也会加庇他，一天一夜就念到一心不乱，就他母亲就超生。啊，如果不是发起这种勇猛精进的心呢，真不容易。啊，那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避免呢？啊，那就好好的忏悔业障。特别是重罪的业障，啊，那么旃檀忏这个忏法，
就是地藏菩萨专门为那种罪业深重的凡夫开出来的法门啊，末法时代的人这种人多啊，所以地藏菩萨慈悲就是给我们讲的啊，你的罪业不是很重的可以不用这个法门啊，感觉到自己罪业深重，那这个法门是救命神丹啊，能够迅速的帮你破除这些恶业重罪啊，消除这些障碍啊，让你能够啊顺顺利利的啊，能够入修行的这个门道啊，你念阿弥陀佛，这些恶业就不会有啊。当然，它是标准就在于你要用这个轮相来显现你是不是清净啊。如果没有得清净轮相之前，你自己也很难说。得到清净轮相了，那地藏菩萨拍着胸口告诉你啊，我给你保证，我护念你永离天魔波旬的骚扰，永离一切鬼神呐、那些啊，这个家亲，就是这种冤亲债主的扰乱。那你自己又得清净轮相，说明你自己的恶业也被覆灭下去了啊。只要以后不要再造，那么你这一生应该说比较有保证啊，到晚年到临终不会有这些大的业障现前。你看这个法门就给我们呢很有那种安全感保证啊，所以为什么我极力向大家推荐就是这个道理啊，大家不妨呢啊决心拿出1000天来干这个事情，可能不用1000天啊，说不定你们业障还比我轻啊，7天就好了，就见清净轮相也有可能啊。业障最重最重的地藏菩萨保证就是1000天啊，你就用这1000天等于说扎根呢 啊打基础啊，打好你修行的基础，你照然后你好好念佛，你就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是多好。好，下面第17问，焦光大师教我们要舍食用根，请问要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与念佛中，请慈悲开示。这是楞严经上焦光大师注解啊，说要舍食用根啊。食是什么东西啊？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嘛，把这些舍掉你就用根啊，用6根的根性啊，这个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用得来的，因为普通人就整个活在妄想分别执着的魔网里头出不来啊，所以也很这个道理是那么好啊，用起来太难了。你怎么舍食用根？你刚想舍食用根，你已经在食里头了，你没有用根呢啊，那怎么落实在生活和念佛中啊？有一个相似的方法，就是今天上午讲的三字真传，怎么样？老实念，就是近似的舍食用根。你看，你好好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个妄想分别执着能够暂时扶住，虽然还没断，但是它不起现行啊，现行的就是这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接一句啊，净念相继，这就是相似的舍食用根。你能念到这样，虽然呢还呀没有大彻大悟啊，还没真正见性，但是啊你这个烦恼不起来了啊，你那个受用啊很殊胜，天天活在法喜当中，
啊，而且心里面呢，真正呢，啊，有了底了，这一生决定往生西方，无量的法喜，啊，那么如果能够加根用恨呢，一直念呢，念断烦恼，你就自然舍事用根。这里头没有作意的，啊，一作意就不是了，啊，就是自然的，啊，一直念到呢，不知不觉，妄想分别执着都脱落了，啊，自信光明就现前，理一心不乱，啊，所以我们念佛今天讲四大秘诀，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不贪净境，啊，不能贪那个清净的那个境界，啊，贪境界就你就堕在那个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你要求一心，啊，要断妄想，有这个心就用的是实啊，不是用根。啊，所以啊，老实念很要紧，啊，这就是修啊舍事用功的方法，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这二十五位菩萨给我们做好样子，啊，其他的学不来，我们学谁呢？学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最后也能做到舍事用根。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心一开了，你就做到，你就是法身大师。好，下面一个问题：五蕴的受想行识与八识有何不同？啊，八识前面呢，六根有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各有一识，就是六识啊。再加上第七识叫莫那识，啊，它的作用是执着。第八识呢，啊，阿赖耶识，啊，它是收藏了种子，啊，所做的一切业，无论身还是口还是业，啊，一切的业都在这里都落下种子，啊，它收藏在这个第八识里头，啊，这是八识。啊，那么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这是识事啊，这个识就是指第八识，啊，那个色受想行，啊，所造的所有的业，都在这第八识里头留下种子，啊，将来遇缘它就形成果报，啊，那么色是指啊我们的色身。啊，四大地水火风啊，这个身体啊，啊，乃至外面的这些，这个世间的有情无情啊，都有这个色啊，色法物质啊，受想行识是心法啊，受是感受啊，苦乐忧喜这些感受啊，想呢啊，就是你的这些。意识活动分别啊，行就是指你的心念念念在生灭不停，就是讲行啊，是就是刚才讲的第八识阿赖耶啊，一切众生都是指五蕴相结合而成啊，没有实体啊，像我们这个人身，有色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躯体，啊，还有受想行识，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个这么一个人，啊，这些东西散开了就不成一个人，啊，你常常这么观呢，啊，对于破我执很有帮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经云。啊，就经典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无情也有佛性，也能成佛，也能说法吗？
啊，既然情与无情都能同源总是，当然情与无情都有福性啊，当然也能说法，也能成佛啊。啊，那什么时候情与无情成佛呢？啊，有情众生成佛，无情众生一起成佛，什么时候成佛？啊，跟你讲，你成佛的时候，也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的时候，他们跟你一起成佛。为什么呢？佛性是同一呀，一个，没有两个佛性的呀。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跟我同一个佛性。啊，所以我成佛，那当然情与无情都成佛了。啊，哪里可能说我成佛了，这一半成佛了，那一半还没成佛，那这佛性就变成两个了，不是一个。啊，这成佛是就是觉啊，啊，觉悟了，你就知道情与无情啊，这些都是啊。假象啊，都是你妄念生起来的幻象，没有实体的啊。自性当中本来清净，本来无一物，哪来的情与无情的众生呢？这众生呢，就是你自己妄念一动啊显现的假象啊。当你的心回归清净了，不动的时候啊，都没有了啊，这叫真正的觉，朗然大觉啊。迷的时候有这些相啊，悟的时候啊，全消归自性，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觉悟就是开悟之后啊，讲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啊，所以我们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真觉了，看看眼前境界啊，还有众生就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大觉啊，就还没成佛啊。成佛了啊，根本都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的问题了啊。情与无情本来没有啊，啊，说它同源种质没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是离一切言思啊，不可思不可议啊，不是你能心思口意的啊。一落言语，一落思维啊，那就已经啊背觉合成啊。那我们怎么办呢？三字真传，老实念，也别想什么时候成佛，也别想啊情与无形能不能同源种质，这些都是啊谈玄说妙，不相干的啊，没什么用的啊。真正老实人就全放下，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下面第二十个问，最后一问啊，起信论说真如本意，而有无量无边无明，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请问无始根本的无明有无厚薄不同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还有问题啊？好，谢谢。好，那么这个问题啊，讲起性论里面说的，起性论讲这个啊自性离体的学问呢很深啊，不是凡人的境界。那讲到真如本性本来是一体
啊，而有无量无边的无明啊。这里讲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这个厚薄是讲啊无明的厚薄啊，自性呢没有厚薄的啊，自性有厚有薄就是二了，不是一了啊。所以无量无边的无明就有无量无边的厚薄不同。那这些无明从哪来的啊？就是不觉啊，不觉就有动向，一动就有无明。那动的程度大小就像那个水的波浪啊，波浪大那就是无明很厚，波浪小就无明很薄。可是无论是大的波还是小的波，体性是一，都是水。水是谁？是什么呢？就是真如自性啊。所以那个无明呢，那本体就是真如，就像你的水波本体就是水呀，大的波也是水，小的波也是水呀。那无明后的啊，六道众生乃至地狱道众生，无明是最后烦恼最重。他的体性跟诸佛如来的体性无二无别，是一也不是二啊，就像大汹涌的大巨浪跟那个小波澜乃至于平静的水，那个体都是一样的水。这样的比喻大家都能理解了啊。所以相上是有这个无明的厚薄不同，体性没有差别，诸佛如来跟众生平等啊。那要信这个很重要，这是大乘法的根本的信心啊。我们要求生净土也要建立在这样的信心基础上。这是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讲六信，第一个信字，就信这个，我们的自信与诸佛平等无二。就是因为现在有无明，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这些烦恼，所以在相上啊有别于佛啊。佛有32相80种好，无量的智慧德相，我们呢可怜巴巴的啊，体虽然是一啊，受用啊相上啊那是千差万别。可是我们要有信心，既然体性是一，我们就可以啊最后回归这个体性，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跟诸佛平等，相上也能平等，用上也能平等啊。那怎么办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同佛受用，这个殊胜啊。那么你问这个根本无明呢？啊，就无始根本的无明，就是根本无明，有没有厚薄不同？啊，谈到根本无明，这不是我们凡夫啊所及的，啊，谁才能对治这个根本无明呢？要到等觉菩萨啊。因为这个最初这个根本无明怎么起来的？就是这一念的妄动，这个妄动很细很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无明呢，那是很粗的相，它这个细的呀，我们凡夫不可心思口意啊。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也谈不上厚薄，有厚有薄都是分别啊。这个境界里面呢，不谈，不跟你谈厚薄大小啊，分别对待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动向啊。那要把这个根本无明破尽的，就是成究竟果佛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你说有没有无名后果不同啊？如果说有不同啊，那就是所谓的异生性，不是同生性啊。异生性是讲我们的凡夫啊，跟圣人是不同的。同生性是指啊，这些圣贤啊，就是华严讲的初住位以上的42位化身大士啊，在无为法上有差别啊，不是真有差别。那么这是属于讲到的所谓的习气上不同啊，无名的这个最后的这种习气，还有那种细微的动向啊，这个断也不能起心作意去断，一起心作意又挣扎无名啊，所以这个东西叫无功用道啊，没得你用力的，使不上劲啊。就像打个比方，那个船要靠岸的时候啊，快到岸的时候，那个帆也得下来了啊，桨也不能够再划水了，就让它随着这个惯性缓缓到岸，这时候叫无功用道啊。你还想再用力，那就不是啊，就这么个境界啊。那这些境界实际上都叫谈玄说妙，不相干啊，这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你真想了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了解啊，你能够一生就能够成佛啊，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啊，跟化身大师的受用智慧差不了太多啊，你就真明白了。现在说你听的糊里糊涂，我说的也是糊里糊涂，大家都没明白嘛啊，所以这叫做戏论而已啊，没什么意义啊，不如老实念啊。所以你最后这个问题问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那既然万法归一了，那一还能归哪呢？那一归万法吗？啊，万法是从相上讲的，一呢是从性上讲的，万法都是这个一个真如啊，那你上哪儿找真如啊？还不是要从万法上找人真如吗？离了万法哪有真如啊？啊，所以见性的人就讲了，百草头上祖师意，祖师意就是讲真如，真如在哪儿？在百草头上啊，哪儿都有啊，啊，翠竹黄花山河大地全是法身啊，那不就是万法皆真如吗？那真如就在万法当中，大家听明白了吗？啊，也是似懂非懂，你看我也似懂非懂啊，所以怎么办呢？告诉你，万法归一，一归哪儿啊？阿弥陀佛就对了，你就老实念佛，最后你就见性了，那你就真明白了。离开念佛，在谈玄说妙不相干，还不如三字真传老实念啊。所以起心论到最后也是倒归净土的啊，大经大论的。所谓啊，一千经万论共同指归啊，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最后呢，刚才递上一个条子啊，来问的，学佛与不学佛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还挺大的，那你仔细观察观察有什么不同啊。如果你已经学佛了，你不用观察别人，你观察上自己，
自己学佛之前和学佛之后有没有不同啊？如果是变得善良了啊，变得有智慧了啊，变得更欢喜了啊，那么这就说明你真学佛了啊。假如你没什么不同，恐怕你没真学佛啊。学佛啊，就在于变化气质啊，你的气质变了。原来呀啊，遇到了这些人事物，你会起恶念啊，起贪心，起嗔恨啊，愚痴啊。现在呢，没有这些念头了，就变了啊。原来自私自利啊，现在呢，大公无私了，甚至能舍己为人了啊，学菩萨道了啊，这就是不同了啊。乃至于原来身体很不好，心里很多苦恼忧虑不安，现在这些呢，身体也好了啊，心里也变得很欢喜啊，很愉悦啊，天天都法喜充满，是说明你上路了啊，业障消除啊。所以啊，真正学佛一定会得到佛法里头的受用啊，这是真实不虚的，这就是科学。什么叫科学？很客观，很实在的啊。就像你做实验，什么叫科学实验啊？甲做这个实验得这个结果，乙做这个实验也得这个结果，丙做这个实验也得这个结果，同样的实验就得同样的结果啊，这是科学实验，可以验证的啊，那不是谈玄说妙的，不是说那个糊弄人的啊，欺骗人的。就学佛也是这样，你真正学，你就得这个法喜啊，得这个觉悟智慧啊。他学，他也得这个觉悟，得这个法喜，谁学就谁得到，这就是科学，真是不虚啊。就看你肯不肯学啊，不肯学当然就不会得到，肯学你就能得。啊，所谓啊，公修功德，婆修佛德，不修就不得。啊，所以很殊胜。所以呢，有这个学佛的这种因缘呐，是非常难得。啊，那么帮助我们呢，提升，啊，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福报。啊，乃至于呢。这个未来的生命层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的提升啊，这是在佛法里都能求到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就定弘就祝愿大家啊，在学佛道路上啊，真正啊福慧增长啊，业障消除，老实念佛啊，这个得生净土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